不错，这一块空地以后就是我们二一班的菜地。哇，那不是可以自己种菜吗？自己种菜，想想都有趣。全班种菜。疯狂三条大，我的小番茄。青菜，你们要快点长大。小辣椒，你多喝点水。我们二一班的小菜园，瓜果蔬菜都齐全了，等放松了。种子埋下去就行了，晒死呢。种菜还不简单，随便撒，随便喝。第二天英语课 ，How are you？ 要怎么回答 ？Goodbye。哇塞，我们要给我小番茄吃回去了。我要把你抓住，还没上课呢。这神经。哎，都你们先种菜去了，也就他们三个吧。像我才不想做农民大婶呢。我也是，他们就是白费功夫，傻，那个小破园子肯定连个草都长不出来。放学后，豆豆，晚上不会有老鼠来偷我们的种子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还是不放心，我要留下来守护。那我也留下来守护。王佳佳、王豆豆种菜种疯了吧？连家都不回。就是，我家看电视多爽。天黑了，别碰我的青菜，那臭老鼠，走开！妈妈，你们俩不回家，在这儿干嘛？可把我们急坏了。采摘啦！我亲手种的小番茄，太完美了！佳佳大放松了，豆豆、美美，这可是你们的。谢谢老师，绿油油的小青菜。哇，爱采了我的小辣椒，这就是劳动的快乐。老师，我怎么没有？老师，我也没有啊！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，自己好好反省吧。所有的辛苦。上车了，爸爸，快开呀！对呀，怎么还不开？不急，等我喝口水。还喝？10:40高铁。放心，20分钟绝对赶得到。现在才10点。10点了，来不及了，爸爸。妈妈，你看到吧？有，别喝了，赶紧开。这时间绰绰有余，急啥？行动开始，为了龙门大
就是，不是不行了。啊！哎，喂喂喂，干什么干呀？我还没拿菜呢，快给我摆开！菲菲，想吃我们的菜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要和我们玩，要不要？对，你说要的全给你，说不要的你都拿走。哈哈，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早就这样了。还等什么？开始吧！菲菲，不管拿到什么菜，最后都要吃完哦，你得愿赌服输。没问题，我李菲菲最讲信用，那就开始吧。要不要开始了？李菲菲，这个要不要？哼，香水干扰你这狗鼻子。哪来的香水味？这下闻不到了吧？算了，我靠智商也能吃到。就你这智商，有青菜吃就不错了。王家他这个鸡贼王，肯定给我卖青菜了。万万没想到啊！奶奶开车，不行吗？奶奶，你有驾
人。奶奶，我18岁就拿了驾照。妈，你这个驾照是假的吧？你这个年代连小车都没有，是不是亲生的？哼！今天我非开不可，全体上车。感觉比坐过山车还可怕。能不能活着到酒店呢？工作好了吗？出发！忘了啊！妈，还是我来开吧。坐下，收了我开，掉我开。你就是没绑安全带嘛！打灯发车。转向灯怎么喷水了呀？车没坏吧，大强？哎呦，我的老爸，这不是转向灯，这是洗玻璃的刷子。我没看清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觉得奶奶就是不知道，我也觉得好恐怖啊，咋都不知道。哎，奇怪，车怎么还不走啊？奶奶，你这样开车，我好害怕呀，我也好怕。行，你们两个别吵，害我车都发动不了。妈，车当然不走了，你还没点火了？点火？那你带打火机没有？奶奶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打火机到底带了没有？给我啊！妈，是开关点火，不是打火机点火，要把车炸了呀！炸车！爸爸，我要炸车！我也要下车，太可怕了！我看谁敢下车，都给我坐好！非得惹我生气！怎么没见刹车呀？奶奶，刹车在你下面，用脚。哎呀！用脚刹车都不懂。哎呀，妈，那驾照怎么拿的呀？你管我呢，反正我拿到了。用脚刹车是吧？我试试。这什么操作？服气我奶奶！这汽车刹车和我摩托车也差不多嘛。来，刹车。Yeah.
只要你叫我一声爸爸，这10块钱就归你了。啊，叫什么？爸爸！呸！我的好大儿！啊！哎呦，人家就竟敢耍我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！李菲菲，想占我便宜，下辈子吧！哎呦！王佳佳不是有个傻不拉几的姐姐王豆豆吗？找她去。行啊，看看到底谁傻，小小安排一下。喂，果然笨唧唧的。哦，这么好赚，那我就不用跟妈妈要零花钱了。对呀，快叫吧。好的。那你是想让我用英文叫还是用中文叫？哎呀，随便啦。那我用中文叫吧。行行行，你快叫吧。好好，马上叫啊。哎呀，他们叫什么来着？爸爸。臭小子，爸爸也是能乱叫的，要不是豆豆告诉我，还不知道你这么蠢。爸爸，我才没乱叫，我是让王豆豆叫我爸爸。还敢欺负同学，更该打，回家跪2小时留凉皮。爸爸，我的钱还没来回来呢。什么钱？叔叔，是这个钱。菲菲说一声爸爸10块钱，他都收了58个儿子了。臭小子，难怪压岁钱用得那么快。王豆豆，我跟你没完。我等着，救我。妈妈，饶了佳佳吧。啊，敢求情。这下好了，大战二人组成立了。看来只能等爸爸回来了。又罚站，爸爸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不急不急，爸爸来救你们。看谁敢来救。整个家我才是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栽了，终究是臭富了呀。还一家之主了，比我还惨。那好，妈妈才是王者。哎呦，这是干嘛？都不听话打仗呗。哎呦，小烈过分了啊。奶奶出面绝对有救。佳佳，我都等半天了，还得寸进尺，发起豆豆和我儿子来了，那是不是连我也要一起罚了？老人也不放过。主观发展，信不信？妈，你怕那只母老虎干嘛？就是，奶奶，你平时不是最凶的吗？你们不知道，他昨晚给我买了去国外旅游的机票，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嘛。妈妈的超能力。哎，好好的。都在院子干嘛？儿媳妇，这个家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。爷爷也倒霉了，都是魔鬼啊。哼，一身反骨的爷爷也被骂战了。佳佳，这下彻底没人救你了。老头子，媳妇给你什么好处了呀？罚站1小时就给5000块零花钱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！全部都干不赢妈妈，集体罚站，一个都跑不掉。你让我再睡会儿。还有佳佳，都7:20了还睡？还有豆豆，再快起来！妈妈，我再睡5分钟，就5分钟，5秒都别想，都给我起床！你妈妈再睡一会儿嘛？还早吗，妈妈？好不容易还天天迟到，牙刷好没？赶紧的！我摔了，妈妈。王佳佳，牙刷还是掉的，看谁的？妈妈，我说的是昨晚刷过的。我不和你开玩笑，现在立刻赶紧，马上给我刷！豆豆，起立！我气个头！是妈妈。半夜，一早把时间往前调2小时，早上6点就不乖乖起床。我的大鸡腿，不对，大鸡腿是我的。第二天早上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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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学了，宝贝，看你上学累了，泡个脚吧。妈妈，能担心吗？我想先和豆豆玩水。唉，又贪睡又贪玩。佳佳，你输了！哟，输！看我揍你一个大泡泡！混蛋的！妈妈，不是豆豆吗？哎呀，豆一个饺子！哎呀！佳佳，你是不是又做梦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刚在洗脚，是妈妈给我倒的洗脚水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哎呀，刚刚谢老师才给我打电话，睡睡睡，再睡觉还没睡够啊！有人乱入我的梦，谁来帮帮我啊？妈妈，擦脚毛巾。佳佳真乖。然后，豆豆，你的嘴怎么了？
好了，嘿，第一排视野就是大，格局就大了。哎，以后上课不仅没得玩，一身就。
我了。他奶奶，你看电视好入迷啊。哎呀，不怪我，他演的跟真的似的，好吓人呐、啊！这90岁的太奶奶一看电视就入戏。过了一会，坏透了，真的坏透了！哎呦，这是毒药，吃不得，吃不得啊！佳佳，你看，太奶奶又入戏了。你说太奶奶会不会急得把手伸进电视机呀、啊？哎呦，吃不得啊！了一会，奶奶，你找什么呢？不又入戏了吧？看着像。有问题？啥问题？奶奶，电视正常播放，没问题啊。还说没问题？有坏人你没看到吗？我要找个锤子锤他。这个行。什么？快过来，给我锤不得啊！是。我锤一个稀巴烂！哎呦，我的奶奶，这演电视啦，你怎么还当真的啦？哎呦，对呀、啊，不能跟有当真了。这些人演的也太像真的了。我们家的电视迟早要被太奶奶毁了。幸好老师离得远，看不清我的是语文卷。先对一下答案，第一题到第五题 ，D C B A A， 刚好没中。跟着老师的答案现场中，怎么办？前辈，第一啊，第二题错了，我到底只对了一题，对，错错。第六题，我抽一位同学来回答。老师，这道题我会，我也会，老师。我选个平时不积极回答问题的同学。老师千万别选我，第六题我瞎蒙了。不要被吃了，你们看都不敢看我。王佳佳加糖糖，你个胆小鬼。刚刚李菲菲找卷子都找半天，肯定没认真做。特别美丽的地方，太棒了，大家！这次五一我们一定会玩得特别开心。
省钱小妙招吧。晚上，佳佳，我太兴奋了，压根就睡不着。我也是。佳佳，该配带了没？哎呀，忘记了，现在桌上。对，还有我的故事书也带上。终于到了第二天，出发喽！马上就要见到大海了，海军刀都要配齐。对呀，去海边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游泳。希望电话不要那么快发现。开了很久很久。爸爸，我怎么感觉这里好像家附近啊？我也觉得像，爸爸，你没看错吧？没有，再过10分钟就到海边了。老婆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10分钟就到了。海边，再过10分钟就可以下海游泳了。大海，我们来喽！小河不一样吗？都是水。怎么一样嘛？大海那么大，这小河那么小。我不管，我要去海边。你们答应我的就是去海边。对，说话要说话。老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去海边呢？所有的钱归你出。老婆，不要啊！用200给我兄弟们喝酒啊！开始考试，这可是我经历过的最爽的考试。我真的习惯了，看卷闭卷都一样，为了不会的再翻书。翻半天才找到两个答案，没错，这是三位数啊。答案在哪里啊？平时不努力，开卷都白搭。成绩出来了。妈妈，这次是开卷考。开卷考？吃饭了吗你？炸鸡瞬间消失。开卷考也是要靠实力的，好不好？救命啊！妈妈，我们报名啊！不报名，我冲着来考试。开卷考我不开考卖出去。第一遍开卷考才考37，那佳佳已经很厉害了。炸鸡还是给他安排上。然后。炸鸡绝对要赶上你，没错，要不是他挨打，妈妈也看不到你的实力啊。机会来了。没水了，倒霉，我也没水了。王佳佳，你快喝吧，特意给你买的。李菲菲，你真义气。那必须的，我们是好同学嘛。豆豆，你也来一支。菲菲，你最好。钱，我就
有你们偷带饮料来学校。你爸爸也跑，明明偷带饮料的是你。你们不也都喝了吗？不想被老师批评就给钱。我喝一滴掉，和大家一起试试。给，淘鸡王。不淘鸡我哪来的钱买月卡？买月卡、啊、真是太坏了。回教室了。校长，对不起啊！校长，我的粽子。
条路，继续跑啊跑啊！跑上去，跑上去！王佳佳，你是打算跑遍全小区凑字数吗？老师啊，也不全是在小区，后面我还跑去了水上乐园呢。哎呀，废话连篇！同学们，我一直强调写作文不能凑字数，个别同学就是不听。你写成这样，佳佳已经超常发挥了。下一个，李菲菲吧。我的外婆，看来五月份的感恩教育效果不错。老师心情变好了，那我就动满面喽。我特别感恩我的外婆，她一共给我生了25个舅舅，他们分别叫张一刚、张二刚、张三刚、张四刚、张五刚。打住打住，真以为感恩外婆呢？今天又是凑字数的，下去。甚至凑字数可不能这么明显呢。姓网名，姓网名，这个题目很有创意啊！今天我给自己取了一个超酷的网名，乌巴巴卡，呀，不仅让咚，咚咚咚巴，乌卡巴卡巴卡，叮咚。小糖糖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师，我这网名有点长，一共285个字。285。就是要佳佳，从没见一位考试烦恼过，今天
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妈又出新招了。吴佳佳，这次考完试，想要哪种分着选。妈妈，我能不能选不被打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80分都敢打？好吧，我乖乖复习吧。妈妈的阶梯是打完，好可怕呀。所以佳佳才这么烦恼的。好烦恼。吴佳佳，飞哥替你想了个好主意。啥好主意？这是什么馊主意？李菲菲，你能不能出点靠谱的主意？看看你们几个胆小怕事，就等着佳佳挨打吧。我不想被打了。走吧，舍不得孩子跑不动了。哎呀，别去啊。弟兄都极少。佳佳，再过5分钟刘主任就午休了。菲菲，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我保证肯定行。好吧，就信你一次。时间到，走去办公室。好的。女生在，好，全都坐下。现在，看手机的在。
还没被发现。好险呐、啊！他刚差点抬起身子站起来了，幸好他赢过来了。先把脚上来的手机关机。全班跟我一起说，嗨，西雷，西雷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李菲菲，还不乖乖叫上来！聪明如我，竟然倒在最后一关。跟我闹，想都别想！全班加起来都瞒不过谢老师啊！我去！哼，我去谁去？我招谁惹谁了？这怎么会？白叫了！妹妹，刚刚老师不是批评的菲菲吗？对呀，怎么让佳佳出去罚站？老师这什么记性？完美背锅侠，老师竟然把王佳佳给我了！耶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刚刚才骂过，就忘了名字。老师，我叫李菲菲。李菲菲，你来回答一下，123除以3等于多少？这不就是刚刚查得到的那道题吗？等于啊，好一个王道狗，这么不简单的题，小妹妹站出来！奇怪，不是才告诉老师我叫李菲菲吗？怎么又叫我王道狗？老师的记性真是没谁了。韩妹妹，上课别讲话。刚刚菲菲变豆豆，现在豆豆又变成我了。哎，小丫，你在门口干嘛？老师，我在这儿。啊？哦，你才是莫小丫。哎呀，超级健忘症。哦。哦，原来老师有健忘症。啊？怪不得一整节还都叫错人。那你又叫什么名字啊？上课干嘛站这儿？我叫王佳佳老师。你让我站这儿了吗？我让你站这儿吗？快坐，快坐！哼，白白替李菲菲站了3分钟09秒。好了，继续上课。老师这么健忘，肯定早就忘了我在外面。老乔，全体大家，果然忘了。老师，我的肯定行。
高手中的高手。